超凡的家人，大家晚上好。首先要祝福所有在超凡里边撑起一片天的所有的伟大的母亲啊、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更祝福你们永远健康、青春、美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是看到我们韩史也上了钻石啊。真的是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哦！虽然说韩史的上聘对很多人来讲都会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呢就在这一刻我们听到他上聘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内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啊、哦！记得刚刚我们的小马讲的，就前几年来到台湾台南的时候，对我们年轻人啊，这真的是鼓励了很多啊、哦。他不但是他们的偶像啊，而且也是他们的榜样啊！我相信这韩史的这一个带动啊，对我们团队的年轻人也会接着跟随他的脚步啊，一定会很快的上殡啊！真的要谢谢我们这个韩史啊！那其实我个人都一直认为，在韩姐当韩姐的儿子哦，这个。不上聘应该也不太可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陈老师常讲，妈妈有三种角色啊。他说保姆、教练跟榜样，是吧？啊，其实我觉得在韩姐的身上呢，我看到的是她这三个角色都扮演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也非常的有智慧啊。这个是呢，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听到韩史能够上聘很重要的一点啊，真的是非常高兴啊，祝福你啊，相信你很快会上皇冠大使啊，真的啊。那我想今天也非常谢谢在这么重要的时间，陈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经验啊。其实我前几天跟老师讲说，老师不会吧，我们刚讲过你还要我讲哦，到底要讲些什么呢？那尤其是在韩姐后面讲，你不怕我把这个场子都砸了吗？老师说没关系啊，这个反正前面那么强的一棒哦，然后中间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没关系啊，后面还应该还有老师吧齁、哦、所以我听了老师这么讲我就比较安心一点啊。所以今天如果刚刚韩姐在讲，韩史在讲，各位呢，你憋的啊，这个想要去上洗手间的啊，我在讲的期间就是你们可以去的时候了啊，那我想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哦、我们每一个人在安利事业都有很多的故事啊，那进来以后成功的故事。我自己也一直在看着很多人进到安利事业里边，他成功的过程，他的故事，这些对我们来讲，我们都非常有兴趣啊。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到底是看到什么？还有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到底做了些什么，所以他才会成功啊？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想要收集的一个资料。我自己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做安利之前我开补习班做房地产，其实那个时候原本我以为人生那样子对我来讲都已经是算是很不错的啊，也很好了。可是呢总觉得生活上好像也不是那样的快乐，因为各位知道那种传统的一个生意上啊，有很多的那一种忙碌啊，也有很多的那一种就是那些的繁杂的事情。这个大概如果你没有做过传统生意，你无法去理解的啊。尤其是你生意做大的时候，我的生意不是很大了哈，但是就是烦恼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应该不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啊，所以呢，我在每一段时间，我都会自我去省思我的人生，我都会想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再走这一条路吗？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怎么样子过生活呢？我想，我常常这样子想，
这样想的想法是，或许我是很会想的人，或许我也在想，我应该给我的孩子有怎么样的人生的这种启发，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我走过的人生的经验，给他们一个借鉴吧。所以呢，我在接触安利的时候，我慢慢去体会安利这个事业。当我赫然发现，诶，在理论上，我听了我的推荐人跟我讲安利的这个 OPP 也好，或者是安利的这家公司也好，或者是过去曾经在安利事业成功的那些很多的故事也好，我听了我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业，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世界啊？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不太感觉到好像这个离我们实际的东西应该是很远的哦。那当然理论归理论，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进来，我们完全不知道哦。我就在那个我认为，然后那当时我认为说，反正安利这个事业真的没有风险，不用投资，你尝试的就像老师所讲的，如果对不对，如果你尝试的你做了会怎么样。我就在那样的一个想法之下，我觉得说既然描绘的愿景这么的美好，那也没有风险，那我去尝试看看，去做做看我才能够知道究竟是如何嘛所以后来也经过了一段这个过程进到安利里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我进在安利里边面上一个聘，都会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我过去所无法看到的安利的好。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就越做就越有信心，越做就越好。当然这个当中会有一些的你在经营安利事业上，我待会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安利这个事业很特别在这当中我真的非常谢谢，要非常感恩这一辈子真的是是我们这个命运改变的一个恩人，就是陈老师季老师他愿意无私的教导我给我很多安利事业的他过去的经验还有呢协助我们，宽容我们，也让我们终于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真的去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应该是我很满意的一个人生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想，我要跟大家分享安利到底我现在获得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不是百亿的富豪，但是呢我一定是富而不加忧虑那我想如果能够到老师的阶段，就可以讲说我是百亿富豪而不加忧虑。各位你要知道，不加忧虑这一句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真的是生活是不加忧虑，什么都不加忧虑的时候，这个才是你真正要的人生，不是吗所以我就在想当年当小马当兵退伍回来的时候，其实在我的心里边我就很清楚说应该要给小马好好在安利事业去奋斗，去努力，去成功。虽然安利这个事业是可以试习，但是我觉得除了它可以继承我们未来的这种收入利益以外，我最希望的是它能够透过安利事业的这种磨练，然后去淬炼它一个完美的人格，而且呢去看到自己成就的那种自己成功的那种成就，对他来讲才是更有意义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跟小马他退伍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其实我们有一段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在他即将退伍的时候事实上我就跟他讲说，以你的现况这样的情形爸爸跟你讲不管你有什么梦想，你都先不要去想，你记得一件事情，把安利做起来以后，你有什么梦想你都可以去做，你都可以去实现那我也跟他很坦诚的跟小马讲，我很坦白跟他讲，其实如果安利不好你现在要做什么，爸爸有钱一定可以帮你，一定可以投资你可是为什么我希望
你在安利事业成功，是因为不管你的人生有什么梦想，我想这一段话也要告诉所有的在座的我们的这些超凡的这些兄弟姐妹，这些家人。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不管你有什么梦想，你请记住，先把安利做起来。你先把安利做起来，你要去实现的那个梦想一定会更快，而且会更大，而且会更圆满。这个是我自己走过安利这个人生，我觉得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我的经验跟我的心得啊。你喜欢打麻将的，就把安利做起来，天天都去打啊，你这个从头打到尾都没关系，对吧？你想要唱歌的，你把安利做起来，天天就去唱歌，一样的意思。你说啊，老师我就喜欢上班，没关系呀，把安利做起来，你去找一家公司，告诉他我不用薪水啊，大家一定很欢迎的，对吧？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读书没关系啊，把安利做起来。你看要怎么读书都可以啊，你那个时候，我想，你的心智成熟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来涉猎这个知识，应该是更快，而且是更深入。所以这个就是安利事业的这个这个价值嘛，对吧？你看我最近我这个自己生活的体验跟大家讲其实像我们的伙伴就知道，我这一两年这个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就是不管看到什么我喜欢我就买。可是呢，每一次你要知道，买了以后呢，买之前都来不及跟老婆报备。都已经觉得不错，就先签下合同，给了定金，然后回去再跟老婆再跟他后面再跟他报告一下我今天买车子啦，我今天买房子啦，今天我买的车库附带房子啦，就这样那何老师听了他是怎么讲？好啦，知道了，就这样然后就跟他不好意思啊，那没有事先跟你讲，当然没关系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每一次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每一次都犯同样的错误都不需要事先报备就是先做。那我想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做这个事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日子，你觉得会那么轻松吗？不会吧，那回家一定大吵一顿的，不是吗？可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个事情都是轻轻的带过所以真的人生就是富而不加忧虑多好啊。如果在这时候我就想到，如果真的，如果我的人生你那时候老师不可能啊，哪有什么不加忧虑，总有什么忧虑的吧。我想来想去做一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忧虑，我就有一个忧虑叫做怕老婆，对吧今天是母亲节，应该要这么讲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安利的人生，你最后是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各位你想要吗？一定想要的嘛，是不是？所以各位就知道为什么小马退伍以后真的没有上过一天的班，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为什么？因为我很清楚，就是请他叫他把安利做起来以后，他要做什么其实他都可以实现他更多更人生更多元的梦想，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基础我想这个是我对安利的这个区块，这么多年来自己走过了传统也走进安利，我是墙里墙外都比较过的，所以我今天很真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所以安利的好大概很已经在安利里边，在外面的人是不太能够理解安利有多好。所以老师常常讲，在安利事业要成功你一定要相信两件事情，就是要相信安利有多好，而且要相信安利有多简单，对吧？那大部分的人就是不相信嘛，不相信安利有多好，大部分人也不相信安利有多简单所以呢就常常就没有办法去走进这个安利的世界里边，好好的去带给他自己或者是家族的命运的改变的机会。
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真的我自己过去自己的经验也是一样啊，我自己都认为说我很聪明，是不是？所以对安利有偏见啊，这个我都认为，哎呀，那个怎么可能呢？那个都是没有工作人在做的啦，反正就一堆这样的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进安利的这个环境里边。我看了安利30多年，很多的人为什么会离开安利这个啊，就是跟安利这个成功的机会擦肩而过，我觉得非常可惜啊。想来想去，我最后只归结一句话：他没有福气。你说他笨吗？没有，很聪明哦，哇，非常聪明。可是安利这个事业，不是你用聪明的脑袋能够理解的，能够看得清楚的。我觉得在安利要成功，你第一个你要抱着一个很清楚的脑袋，而不是很聪明的那个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这个脑袋，你应该要很清楚啊。什么叫做清楚？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看一些事实啊，我们常常在讲啊真理啊，真理绝对是越辩越明。可是如果你看到了一些事实，很多人进来的参加的会议，也看到了很多成功的领导人了啊，他怎么不会去想说这样的人都成功了？为什么这个机会会轮不到他？总是那个隔阂啊，那个没有办法让他看透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聪明啊耽误了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脑袋要清楚就好，不要太聪明啊。还有呢面具啊，是啊，我们讲的安利没有什么门槛哦，安利没有什么门槛，那不会没有是任何的条件的人都在安利可以成功。可是你要知道，安利的门槛很低啦，没有门槛，但是门槛很低。你怎么样才能够走进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可以改变命运的地方？就是你要谦卑，你必须把面具拿掉，你必须要谦卑，你才能够走进安利的殿堂。一窥整个安利的浩瀚，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说，哎呀，原来哇，安利是如此的浩瀚，如此的难以想象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面具拿掉，谦卑的头脑清楚的进来，我看你一看你就会发现，原来安利怎么好到这种程度？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从来不会有面子的问题。我从来不会面子问题。为什么不会有面子问题？很多人会问你怎么不会有面子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因为我很自恋，知道吧齁。我有那个已经是无法救药的自恋了。我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也不会去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始终很清楚的在看很多的事情。所以当初当我的推荐人在跟我讲安利的时候，我虽然抱着那种偏见，可是我脑袋很清楚，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行的都不可能是骗人的，因为很多的 那些条件我一想就很清楚。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对安利这个事业的一个理解，进来以后原来安利是这么浩瀚我们抱着好奇的心，求证的心进来好好的理解，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想接下来也跟大家来聊一段，老师要我跟大家聊的就是说我之前在高雄讲的那个这六个绝对的信念就是我自己本身归结的一个逻辑，在安利事业成功必须有这六个绝对的信念。如果这六个信念你能够很绝对的去相信的话，那你在安利事业你绝对可以一步步的走向一个成功的一个顶峰。那么第一个，首先就是说你一定要绝对的信念我刚刚讲到对安利的好
你要相信啊、哦！你看，刚刚我们的韩姐在讲到98年4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时候是整个大陆面临最大的市场的危机。可是那个时候，老师去到了大陆，告诉他们，政府进的不是像安利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正统的直销，政府会进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的传销。所以一开始啊，总是要全部啊，大家说哦，我要整顿的时候，一定要全部都先停止啊，让啊，我们说先有一个动作，先让大家站在原地，然后呢，啊，把水退去以后，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对吧？哈，当水退去以后，就知道谁没穿裤子。所以好坏一定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刚刚听到韩姐在讲这个部分，我觉得，你看老师的成功啊，真的是啊，毫无疑问的，就是绝对的信念。哦，再怎么样，他看到安利的这一个整个的他的理念，他的信念，你看面临那么大的危机，真的，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啊、我记得那一个98年4月的时候，好像我那个时候我也在大陆，然后我是被一个旁线邀去那边帮他们讲一两堂课吧啊、哦、然后电视在讲的时候呢，诶，就是我们刚好在上课，就看到有人在骚动，然后结束以后大家就在讲这一段。我听完我的感觉是，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么悲观，说一定会怎么样哈、哦，我没有那么悲观，我相信安利啊，可是我就不会说很有自信的啊，跟这些领导人讲说绝对不会怎么样，绝对是怎么样。我想这一点就是我们跟老师之间很大的差别，对吧？哦，那么。我们刚刚也听过啊，在那一段啊，这个走过来的这些啊就是相信啊安利啊不会就是能够走出这个低潮的这些领导人，相信安利理念的人，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都是在整个市场上顶尖的领导人。所以我想这就是一种考验嘛齁、啊、老天爷要给你一这么大的犒赏之前，总要考验一下你值不值得拥有，是不是啊、那如果是安利所带给你的人生的犒赏，如果不是那么大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经历这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这是公平的啊。所以在安利事业成功的领导，大大小小走过的考验，我觉得这个都是你背后你要获得这么庞大巨大的犒赏是应该的。哦，在这地方也提醒大家啊，这些考验不会只有前面这一段，后面我相信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因为还是有陆陆续续的人想要在安利事业成功，不会说前面需要考验，后面就不需要。我想啊，上帝是公平的啊，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哦，所以呢，我们想说，这个绝对的信念呢、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哦。对安利的理念，这个信念，你要相当相当的强啊。有时候我们看懂安利的时候，我个人本身我是从传统生意的角度去看安利这个事业，我是觉得说，在安利事业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这么好的产品。如果你有生意的头脑的人，你一定会发现这么好的产品背后一定有无限商机啊。那这个无限的商机是谁来拥有呢？是谁来开发呢？如果是你开发，就你拥有嘛。如果是别人开发，就别人拥有嘛。而这个过程，我们不管他经历怎么样的这种风险，或者是哪样的一个挑战，我们都不需要付出我们无法承担的那一种风险跟承担，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坚持的一个叫做信念，我们却能够一直拥有它，而且不断的去跨越
这个困难不断的成就你的成就。我想如果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凭什么改变命运？我们凭什么比别人更强？各位你说是吗？哦，我自己本我个人走过传统事业，我很清楚啊，这种机会这种事业在传统几乎是做梦，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在安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看啊，老师常讲的啊，三本对不对？啊，这个本钱本事这个都这个你都不用去担心，你只需要你本人啊，你自己要做到你该做的事情，不觉得吗？哦，所以我觉得安利这个事业没有任何的你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你要很相信的一个信念，哦，而且你把安利做好，其实这个市场它的存在，它的一个一直持续存在的这个过程是肯定是有的，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刚性需求，你只要是活着啦。啊，哪怕是躺着活着，你也需要安利的东西，你觉得呢？所以这个市场它本身啊，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啊持续性的刚性的需求。所以你只要把市场好好的做好，这个啊彻彻底底的做每一个部分，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只有累积啊，只有累积。所以安利事业，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哈，业绩会衰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觉得呢？你今天跟一个人讲案例，明天再跟另外一个人讲案例，你在累积你的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多啊。那怎么会业绩怎么会衰退呢？所以我始终都不解这个问题啊。我个人是觉得说啊，如果是正常的、很正常的、认真的、很务实的去做市场，你的业绩是不会衰退的。你只有成长是不可能衰退的，各位同意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要绝对的信念。那如果说一个市场是绝对可以不断的累积不会衰退的市场，那成功一定是指日可待嘛，是吗？所以我想各位你要相信，在安利的努力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啊，这个就是啊空努力，不会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你永远又会有爆场的，只是你的爆场有的啊是时间的长短啊，每一个人的过程是不一样啊。那有的人啊前面快啊，有的人是后面快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啊，你要知道有些人啊，我们常讲做案例，陈老师常讲案例是一个人的事业啊。其实你还没有做安利之前，你已经在垫底你安利的基础了。过去你做人如果很好，你做安利一定是如鱼得水嘛，一定会比别人快嘛。如果你过去做人相当不好，那你在安利里边你可能啊，你只能够从陌生市场开始，对吧？啊，那你会说，那陌生不是最大的市场吗？那有什么快跟慢吗？哎，不，如果你的做人没改变。啊，哪怕再重新认识几个人，照样一样，历史会重演，对吧？所以你的做人，你的习惯，就是你奠基安利的一个做安利之前的一个奠基，这个很公平的啊。可是我告诉你啊，不管怎么样，在安利这个事业，你都可以重新来过啊。真的，像以前纪老师讲的一句名言：不管过去如何的荒唐。只要在安利事业成功都一笔勾销，哎，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哦，这个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事业机会。所以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对安利哦各种角度的认知了解，这个价值的信念一定要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坚定。因为你对这个事情的信念有多强，你才有多大的力量去面对多大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就稍微被人家讲了几句，他就不做安利了。这种人不会了，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完全不会了解安利，是吧？如果你真的了解安利，你不会为那几句话你就放弃了你要的东西嘛？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很清楚哦，这个信念，你的信念有多强，将来会决定你在安利事业能够做多快做多大
哦，所以信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当然呢，你这个信念的强与弱呢，就接下来会表现在一个问题上面，叫做绝对的感恩。为什么我们会有绝对的感恩？当你对一件事情，你对他的那种那种期待也好，或者是你对他的那种所想要的那一个完全的一个梦想也好，如果你发现这个就是你这一辈子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你一定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哦。你感恩谁？你感恩带你进来的人，你感恩在这个事业里边帮助过你的人，当然最重要是感恩一路引领你的这些老师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感恩，绝对的感恩，就是会看到一个人在安利事业能不能真正看懂安利事业很重要的关键哦。我常常讲安利这个事业，它是一个正能量的事业。正能量的事业，你要成功，你必须奠基在一个良善的基础上面。如果你不是建立在良善的基础上面，你是在这个事业要成功，你可能会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懂得感恩哦。你先从这个感恩之心开始，就我觉得老师的教育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他老师常常讲的就是，就是要感恩嘛，啊，要知福惜福嘛，啊，要知恩感恩嘛，这个就是从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开始改造，然后去端正。我想这个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抱怨就少，知道吧？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的想法就会很正面。老师常讲，做安利啊，你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要制造问题。谁会制造问题？就是那不懂感恩的人会制造问题。就一点小事，就把它搞得很大。我觉得这种人一点都不感恩呢。如果你真的很感恩的话，你不会为一些小事情而把它弄得情绪不好，或者是就在那边抱怨，不会的。感恩的人是不会抱怨的。你再怎么样，你还是抱着那种感恩的心，而感恩的心会让你内心里边充满一个正的能量，所以你才会有真正的动力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对安利会感恩吗？如果你对安利够了解，你是在帮助别人，你这一辈子有没有想过透过安利事业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因为你对你周遭你的亲人、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是不是有一份想要帮助他的心？有时候你有善心，可是没有善力。今天安利事业就是让你能够发挥你的善心、你的善力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想要帮助的人。所以你如果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由心里边就是打从内心里边真正的有那一种动力，有那个感动，想要去帮助别人，去跟人家分享安利这个事业。所以做安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一定要做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力量而且就是要很有底气我常讲做案例，一般人做案例就是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躲躲闪闪。哎呀，你在做案例？不是啊，是我老婆在做，有没有？这种人不会成功，躲躲闪闪，那根本不知道案例是什么然后呢，有些人开始这样的人慢慢进教室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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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定程度，哎，安利很好，安利不错哦，安利很棒那感觉到自己底气够了，有没有底气够了，所以呢就开始呢很勇敢的去跟人家讲安利，哇，碰到谁都毫无惧怕。当然你毫无惧怕的问题还是会有，人家拒绝还是会有，这个时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蛮干的时候。
只要有谁跟我讲安利不好，我就跟他怎么样干，就是就是辩到底，然后要好像就是非争个你死我活，或者是对错不可。这是第二个阶段，叫蛮干的阶段。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也不是信心很有的时候，那是一种这个好比是走夜路吹哨子一样。我问你，你走夜路吹哨子，你是有胆的还是没胆的？你应该是没胆的嘛，有胆的你就静静走啊，对不对？你干嘛吹哨？吹哨就是壮胆嘛，是不是？所以那种蛮干哦，其实你的底气还是不够的。我觉得第三个阶段，你就是已经接近这个成熟的阶段，能够很得心顺手的阶段，叫做自取。自取什么？你碰到人家跟人家分享案例，一定会有很多的反对的，反对的是绝对是很多的嘛。所以案例是从被拒绝开始的嘛。那你就记住，老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刚开始一定要绝对的尊重，是你不跟他绝对尊重，一开始两个人就不可能有那个交通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刚开始是绝对的尊重，可是记住哦，一定要绝对的影响。你不能够一昧的去绝对的尊重，那你还是被牵着鼻子走。我们绝对的尊重是为了建立我们沟通的桥梁。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绝对的影响，告诉你，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想自取，这个就是自取啊。你要去听听别人讲些什么，他到底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结，对吧？其实有些人他在讲的时候。他讲东，其实他心里面是在讲西。你要知道问题本身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先把这个本质问题的本质先解决掉，你才能够解决问题啊，是吧？所以我想倾听也是很重要，那叫绝对的尊重。然后再慢慢慢慢理清楚以后，哦，原来他会有这种想法是什么原因，再来绝对的影响。而这个时候你就是自取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你对安利这个事业，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我说你打从内心的感恩，就代表说什么？你的底气够啊，是不是？你对安利的信念够强，你的底气够啊。然后呢，你是用一种感恩的心去跟人家分享安利这个事业，你觉得说，就像老师讲的，这就是一个轻轻松松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快快乐。这个事情不是吗？所以绝对的感恩也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有时候自己自省看看，你内心是不是有那种绝对的感恩？如果没有那个绝对的感恩，小心哦，你应该是在价值观上面已经偏差了。你对安利的信念已经开始慢慢在剥落了。你自己也很清楚，到底哪个环节你出了问题啊？那么当然呢光信念、光感恩也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学习要对安利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业它跟传统的事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传统我们一讲到学习，就是学方法。今天我要跟你讲，安利要学的是先学想法，想法比方法来得重要得多。什么想法呢？其实很简单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感恩，这个就是一个想法；谦卑就是一个想法，对不对？付出就是一个想法。然后与人合作，这个就是一个想法。我们要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学，这个也是一个想法。所以这些很棒的这种正能量的想法，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当然，安利的专业也是我们要去学的。可是那个专业对很多人来讲，说真的是很简单的，很复杂的你不必去理解，因为安利也不需要讲得那么复杂，是不是？东西包退包换你只要讲故事，他愿意用，对不对？那有哪一个人去超商买东西，还问老板：“你告诉我这里边成分是什么，对不对？它的作用是什么？”你这样问的话，你会被轰出去的，对吧？没有人这样子问的，所以你要相信安利的专业不是那么困难。
它只是一种你自己的心得的感受是最重要，而且你在市面上你会碰到很多比你更专业的人，对不对？哦，那些很多专业的人，如果说你在跟他讲比专业，他为了面子问题，他就会跟你辩到底，是吧？哦，其实不需要哦，我们呢比谦卑，可是我们知道怎么引导他方向，到最后他自己会告诉你，哦，你们的东西真的很好。像这种人，你跟他比专业，你比不过他了，所以我觉得安利是有一套很简单的方式去让人家知道安利的好在哪里，而不需要那么专业的去跟人家做辩解，都不需要哦。当然有一些很基本的数据这些东西那个是很简单的哦。这个讲几次再记不来，你就笔记写一写，需要的时候拿来看一看都没关系哦。我想这个是安利要有绝对的怎么样，绝对的学习哦。所以以前啊，我就听到有人在讲说，哎呀，听你们讲课哦，那些有些人啊，我们今天讲说绝对的学习是我们在学想法，对不对？传统的人他不是在学这东西，他都在学有什么方法，所以没有这种谦卑来进来学习的外面的第一次接触的新人，他一定会觉得说，不会吧，你们讲的课程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内容，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很多人会讲说，诶，你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内容，我要告诉你哦，其实哦，很多话听起来你也感觉到好像含金量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当你照着做以后尝到甜头以后，你才会理解其实真理不需要深奥，照做就可以，有没有觉得？是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学习的盲点，很多人学习的盲点就是一定要学那些怎么样子去专业的，或者是讲听课的时候听到怎么样的大道理，不会的，真的不是那种大道理。这个有时候就是浅浅的比喻，里边隐藏的那个你很难想象的一个大的真理在里边，你就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有成果出来的，哎，尝到这个甜头，你才会相信呢。真的，真理不需要多深奥啊，照着做就可以，懂吗？所以陈老师常讲，单纯相信听话，照着做，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哦。这个是让我们把脑筋变简单让我们更能够怎么讲？就是说头脑更清楚。对，不是，不要用聪明来看待，是用清楚去学习，你会学得更多更好，对吧？所以我想这个学习是蛮重要，大家有一个方向有了学习以后，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绝对的改变，学着学着如果没有改变都是白学的，知道吧学习这两个字是什么？学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那种就是你要去理解，然后去探索，对不对？什么叫做习呀？习就是要做啊，对不对？如果你光学不习的话，那你这个是你学的也没有用哦。所以以前常讲学习哦，很多人嘴巴都会谈学习，可是常常都犯了学习的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什么？就是学而不做。知道吧学而不做。学而不做就浪费时间了很多人学插花从来没有在他家看他在家里把家里装饰的漂漂亮亮的，有没有有人去学烹饪煮了40年还是那个味道这个学而不做，你学的不去做，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盲点嘛，对不对？第二个盲点是做而不学。是不是你要用的时候不去学，你要做安利你就要来学啊，不是吗？安利有安利的特别的地方，你不来学安利的你去学什么？你要学安利，学有经验人带给你的经验，这个才是你要学习的地方啊。最快的学习就是学别人的经验嘛，你不需要自己踏这个怎么样
打得头破血流才去得到经验，不需要。哦，安迪最好的榜样，最好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哦，陈老师所讲的，你就好好听，好好学就对了啊。其实我常常就看到韩姐哦，这还有这个什么郑欣欣啊，还有这吴毅啊、刘虹啊这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姐啊，这几些啊。很高奖学的这些领导人，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常常就是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在旁边从头到尾，从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他们去探索去学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他们不是学而已，我发现他们学了以后还会去做，所以才会有效果，所以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是为了要怎么样，要去做，对不对啊？这个以前人家讲的修行啊，修是一种学习，行是一个做。如果你光修没有行，一切都归于空，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改变重要不重要？重要，一定要绝对的改变哦。那你试着看，你有没有绝对的改变？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你看看你周遭的朋友有一句话在形容：如果你有改变，你一定会让熟悉你的人觉得你很陌生，对不对？如果你有改变，你一定会让陌生人觉得你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自己去想想看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啊？如果有这一点的话，你的改变一定让很多人愿意跟你接近，跟你做朋友，甚至于愿意呢跟着你一起来做案例哦，跟你一辈子，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光学习没有改变，那学习都是空的啊。那当然有了这些以后要做什么，就是要行动啊，是不是啊？行动啊，行动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个设定目标，然后你要去行动啊。真的，在安利的事业上，如果你没有行动，没有目标你找不出你那个更深层突破的那个动力。你要知道什么叫目标。目标就是朝思暮想，对不对？随时都在想，想起来都会让你热血奔腾的，这个才是真的目标哦。而且你是紧咬着它不放的，不会因为随便别人的薄薄的这个两片嘴唇就跟你讲到你就不想做了哦。你要知道，这些跟你泼冷水的当你没钱的时候，他是不会借你钱的。当你日子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不会帮你的他跟你毫无关系的他只是来破坏你的人生的梦想的。所以我想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让你能够去看到你前面的路是什么。你只要专注前面的路，坚持你的行动往前走。记住，方向对了你努力往前走，一定会达到成功的地方。如果是方向不对，那你努力就会白费，是吧？所以你要好好的坚持好好的行动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即使你认为你能力有限你也应该要全力以赴，你说对吧？即使呢你没有成功，也要比以前更强。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们都应该有这种很基本的生活态度嘛。所以不要告诉我没有能力，不要告诉我做不到。我只问你，你有没有全力以赴？你不要去管你有没有做得到，这个不是你该去问的。你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的是，你有没有全力以赴？你还没成功，问题是你有没有比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还要好？明天会不会比今天还要好？
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已经是成功了。不是说一定要到达什么程度才叫成功，不是，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好。你累积这种小成功，一定到最后会累积到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种大成功。各位，你同意吗？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是个不管你怎么样啊，你这一辈子要想成功，你必须要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哦，你没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我想，你要成功，你要出类拔萃，你凭什么？是吧？哦，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什么？要绝对的坚持。有了目标以后，你要绝对坚持啊，哦，不能够放弃啊，你知道吗？有很多人羡慕的生活的背后，都是那种类似苦行僧的自律跟坚持。所以这是一个铁律。这是一个真理，所以不要看到别人为什么能够过那种生活，过那个日子，哎，你知道吧？他过这种生活，过这种日子背后是什么？是他像苦行僧那样的自律，那样的坚持，那样的生活态度，他才有今天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老天也是公平的啊，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这个表面而已，你说对吧？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六大的绝对的这种见啊，我们讲的第一个是绝对的信念，再来是绝对的感恩，对不对啊？再来是绝对的学习，再来是绝对的改变，再来是绝对的行动跟目标啊，最后就是一个绝对的坚持啊。我想很简单的啊，这里边我们该学的，我们该做的是些什么？大概这一些。所有的一切真的很简单，就像老师讲的啊，你一点都不难，你只需做一件事情，叫做换个产品，你就会拥有你想要的人生的一切。可是哪怕就是这个换，你有没有换的彻底？你有没有换到让自己感动？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换的意义有多大？你有没有把这个换好好的去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告诉他就这么简单一个换，换个产品用用看，就能够让你啊换一个人生的命运？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人生哦，真的啊，大家一定我知道很多人刚开始都会有梦想。啊，都有自己的想法啊，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没有一个人一开始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的，都是走到哪里算哪里啊。今天我真的告诉大家，人生不管你有什么梦想，一个最简单的可以实现你全方位人生梦想的，就是在安利事业，你好好的做成功以后，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而且这个案例的成功是所有的核心目标里面最容易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案例事业的成功。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取得人生的一个战略的优点，一个战略的制高点，那你一定会很遗憾哦。记住啊，这不管怎么样，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哦。你不勇敢，没有人会替你坚强的。哦，你自己，你不仅自己不疯狂，是没有人会替你实现梦想的。所以，如果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要很坚持的、很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更应该疯狂的朝着我们自己想要的梦想往前走。你说是吧？啊，我想今天大家能够在这地方聚在一块儿，分享大家的经验啊。真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一路以来，其实对我启发最多的，以前我做案例就是一种用传统的方式去做案例，很辛苦，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成绩，可是很辛苦。我跟上了老师以后，我才深深的感觉，原来在我们所谓的成功的路上，有一股最重要的力量在推着我们。
而这个力量就叫做爱。老师用无限的爱去推着全世界那他能够推的人，他那一种已经爱到无私，就是不管是不是他的伙伴，他都愿意去帮助他。啊，这种高超的人格，真的是我们很难的去想象哦。所以，真的今天群燕有今天啊，真的我们万分的感谢啊、哦、啊，这个陈老师、纪老师对我们的那份厚爱哦、宽容哦，我在这地方真的每一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啊、不晓得要怎么样才能够来报答老师。所以啊、老师只要我做什么啊。我一定都会做的啊！啊，哪怕是啊，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都把我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啊。我希望我们超凡所有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所有的家人啊，大家要更团结在一起啊，更有啊，大家彼此要真的是要啊，更团结，更像一家人那样的发挥老师的爱心哦、啊。我相信啊，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建筑。一个很大一个很大的梦想，对你我来讲，对周遭人来讲，都是一个福气，好吗？哦，那当然，接下来的机会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老师来到现场啊，真的，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开心，而且是我们最期待的地方哦。那当然，老师来了，我就不要浪费时间啊。你们要听的不是我的话啊，你们最喜欢听的就是老师最后的叮咛啊。来，我们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